姚明最像删除的照片，翻白眼扣篮，看玩笑的根本停不下来。姚明最想删除的照片，想知道姚明的速度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当年训练场上几条狼狗念着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钱。变形金刚姚明提记，看着海拔高达226公分的巨人吐舌头装嫩的模样，麦迪被逗乐了，居然遭遇到如此方式的性骚扰，也难怪姚明惊讶的目瞪口呆。姚明曾修炼过太极拳，如今他更改了项目，又练上大名鼎鼎的蛤蟆功，电影功夫里面火云邪神的看家本领霍华德。嘿哥们，别着急，慢慢来嘛，听说便秘的都这样，扣篮就本分扣篮，为嘛要翻白眼？姚明，这不是扮酷，我的左眼看到鬼，您这是干嘛呢？谁知道，最佳答案之一，才5块钱，我赚大发了。设计台词，布拉德米勒，你小子敢跟我横，现在还不是给我当马仔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这段的一幕要是被叶利看到，跳进黄河也清洗不漏，闭气功一旦爆发，你们这些虾兵蟹将谁也招架不住。识相的赶紧闪开，有人敢不给我传球也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毕竟篮球是五个人的。震慑于姚明硬气功的威力，连天王老子都不怕的科比都得仰视加叹服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心怀鬼胎？我得意儿的笑笑过之后，回家跪搓衣板，这降龙十八掌抽在脸上真 PM 不是滋味啊。哥们，面子面子工程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好歹留点面子吧。一个字，囧。姚明的表情就是这个象形文字囧，您瞧瞧相似度有多高。火箭22连胜中后10连胜，姚明是看客，火箭同湖人死磕，姚明又成看客，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？是我是我还是我？谁这么不识相啊，让新娘子叶莉如此出糗。姚明的愠怒仿佛无济于事。